柯文哲出事，我也没在客气，是很低级的错误嘛。柯文哲该用修理，马该用修理。这边护航，还有名嘴居然敢说陈志安不要再瞎挺，今天就是看不下了，你别出来跟他讲两句啊！这个叫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咱是个关心。你头啊出代志，总比你七年、你八年出代志好，紧处理你的。今麦阿拉影响拢无差，因为第一期内底无选举，所以无差无差。人家现在捡到枪。人家没有理由不打，绝对被 K 嘛！你们这些名嘴还有脸讲我、啊？老子骂人本来就是针对事情骂，还有名嘴居然敢说陈志安不要再瞎挺，今天就是看不下了，你别出来跟他讲两句啊！这个叫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咱是个关心，及时改正，及时订正，继续走下去。打拢阿妈，伊嘛好恁妈，伊嘛承认错误啊，对啊，确实啊，伊民调会落啊，落落落啊，是即马要选总统吗？时间够足久的啦，西风向伊无救啊啦，李贝你免算啦，小草愤怒啊啦，小草群内底玩鸡啊啦，小草是韭菜啦，你头啊出代志，总比你七年、你八年出代志好，紧处理你的，这做小编讲内底一定有问题的啦，内底人一定有问题的啦，紧踢出去，柯文哲出事，我也没在客气，我本来说这是很低级的错误，柯文哲该用修理，马上用修理。所以我举双手双脚赞成，这边护航，啊，就做唔到代志嘛。小老百姓没错嘛，会不会影响？我靠，现实层面会，影响多大？我觉得还好。为啥？因为今麦阿拉影响拢无差，因为短期内底无选举，所以无差无差。唔是讲阿明仔要选啦，后礼拜要选，后个月要选啦，安尼你死啊你！现在资讯哦。你著国民党卖逼坐啥，一定会逼的啦；民进党卖逼坐啥，啊，肯定会逼的啦。啊，大家这视野够刷鬼，安尼俩。他一直在新闻、一直在记者会上强调，他钱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口袋，没有流到他的口袋里面。主席啊，柯主席啊，今年既然你今天没有贪，真的不用把自己搞得这样子，看起来哦一副我不知道很失智的样子还是怎么样。但是有些事情出来讲话的时候。我是觉得啦，可以再强势一点。这个东西现在是轮流到木可的这个会计师，他签合的问题。民众党说他签合的，他说我做账没有错、哦。我今天不是要帮任何人讲话啦、哦。那既然没有错，怎么会有1800多万的缺口？你这个会计师是吃大便的吗？